精灵在守门，这假的？痛！痛！坏掉了，白痴哦！你吓我干嘛？你被史莱姆吓到？不是，你知道吗？挖掉之后是绿青绿色，然后突然蹦出一个像瓦萨比的颜色。瓦萨比颜色？对啊。哦，有了有了。直游大亨登场啦！哎呦，怎么又是这个？走开！吓我！第一次来的呢？第一次来单安哦！第一次来单安哦！哎呦！Hello， 优格斯软泥，这个真的很恶心哦。哎，啊，你这样怎么这么危险啊？一下蝙蝠，一下精灵，怎么办？我家好危险哦，我不敢去了。你家蝙蝠产能很低啊，不回去了，不回去了，不是不回去了，是不过去了，不过去了。做个烧。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这样笑？我在看窟窿打架，哎呦，窟窿打架，嘿，打架，打架，红色、白色、红色。哎，我怎么没拿到素描？在你那是不是？那个白色，你要吗？我给你啊。你那个是你家有的吗？对，一样的。哦，好啊。不要的话，我可以要啊。嘿嘿，接收啊。是哪一个？这个吗？还是这个？应该是这个吧。紫色的啊。好喂。我怕方块不够了。这是我爹。好啊。这时候换你了。你捞一桶，你捞一桶。感谢他。干嘛捞？他是菜。就是你看我的牛排到处分，到处送哎、欸，真好。对啊。那你现实要不要送我一点啊？我可以去爱心联盟，我煮给你吃哦。第一步哦，是没错啦。嗯，好久没吃牛排了。为什么？吃啊！你不是都有囤吗？往上叠，往上叠，开始往上叠，往上叠。已经超过三天没吃牛排了。那也没有很久啊，并没有很久好吗？你的很久跟我弟的很久好像不太一样啊。对啊。亲自下厨，对啊，我自己平常就会煮饭啊，煮饭煮菜什么的，样样来好不好？对啊，这么贤惠的人。对啊，可以嫁了，可以嫁了。当然没有，可嫁可嫁，没有你最贤惠。啊，雨月比较，对，你比较贤惠啊，你可以嫁了啦，可以了啦，可以了，你可以嫁，你可以嫁。现在开放娶哈记哦。不，你电话莫斯码哦，我要娶哈记，电话莫斯码。莫斯码，不是取货都要莫斯码。好。嗯。我还是觉得上次真的很夸张，我去取货啊，然后我就在等，然后他就缓缓的走过来，之后他把我的包裹往上抛，又接住这样子。啊啊！干嘛？哎，干嘛？他就是可能就是无聊吧，就是往上抛又接住这样子。可能平时如果里面的东西是对啊易碎品的话，我那时候眼睛瞪多大，他还看着我，一副哎怎么了吗？对。然后往上抛接住，听砰一声，霍霍小娃娃说：“哦，原来我抛这么高，他看得很开心，再抛一第二次。”没有，对，你们要是下次买玻璃制品啊，然后再买抛就砰一声，他就傻了。啊，不然就是下次我用录音的，他抛起来，我就马上按那个播放键放下去，砰他就砸掉了，不敢，以后不敢了。怎么有电影这样子啊？就我不知道。繁星佳节好了。好耶，不敢去。你一进来就跑起来，就不会遇到敌人了。好哦。杰克在干嘛？肚子饿了。我跑回去捞紫色啊。杰克比较贤惠，因为她是女仆。问号。哦。
并没有好吗？所以我没有。哦，所以杰克可以娶了？没有没有没有，并没有。然后说杰克 ID 已被取走。杰克可以取了？没有，被使用走了，被用掉了。哎、欸，还有上次那个猫之翼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他说他想玩，但是 ID 被取走了，就没玩了。啊，就是那个很强的那个人，那个第一名，第一名，第一名。你在这边设点了是不是？对。哦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不让人家玩啊？没有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没有啊。速八速不想让人玩就是。地狱的绿宝石好多哦，他。他有好几个黏在一起耶，黏在一起。他不像主世界的就一颗而已，他差不多五六颗黏在一起耶。这么多？这么多？啊！好痛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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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痛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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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那个机器人。哦哦，所谓啊，他是不是随机长啊？就附近如果有他的家，他就有机会生成啊。你说那绿色的那个吗？对，不是，很像古铜色的，哦，就会远距离射人的那个啦。嗯，啊、那绿色那个是为什么会长？不还是不知道。你说你那个、哦，我希望可以多放几个，啊、可是那个它有一个生会生的地点啊。我还以为你在讲生殖器。我在地底发现这个绿色地毯，对吧、啊？而且你刚刚不是来我家的那个空桥吗？桥上也有长一大堆，我开袋的时候就看到了。哦，很神奇。我也不知道了，很奇妙。神奇的观众能回答吗？神奇的观众，有没有人了解这个模组的？为什么会有那个东西？对啊，嗯，有那个恶心的东西。恶心。你们这时候教，我们就愿意看。当我们提问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说。请提问。请解答，请回答，请回答，叮，抢答，观众不能加入，没办法哦，你们要给钱才能来哦，贵，你们要给钱才能来、哦，我们自己花钱租的，对，我们一个人出了很多钱哦，对啊，对啊。所以你们要不然多看一点。对，你们看，你们看影片，我们才会回本哦。你们不看的话，的啊、不然之后我们搞不好系列就要结束了，就开不下去，伺服器可能就没法经营下去了。对啊，我们就租不下去，就停营运了。对啊，就要突然断更、欸。我们是讲真的哦，你们不要觉得我们在开玩笑哦。我们是很认真哦。真的吗？可以吗？怎么可以吗？什么东西可以吗？可以停更吗？没有了，我在弄我那个花花。哎、欸，怎么了？哎、欸，他们说可以不用用那个花肥，可以放花瓣再用骨粉催生。哪个？哦，有这机器人，什么时候走啦、嗯？我要出门，他走进来我家。哇，他进来了，我好开心啊！他进你家了，他进来了耶！他走了，很痛啦。你赶快做战斗告示牌，很好啊。你快点帮我揍他！谁？我？在里面啊！他又走出来了、哦啊！他走了，他走进，谢谢你。他走进你家了，他走了。我打一下而已。白痴哦，我没什么武器没。哇哦！绿色那个是这家好酷哦，忘了。家很漂亮吧？你在用 Botania？ 对呀、啊。你看我的刀子漂亮吧？粉色的哎。走开。走开！可以走了。这什么颜色的呢？粉色的耶！粉色的耶！初恋的粉色系。杰克是粉色的耶！粉色的，你讨厌了。还好不是 RGB 啦 ，RGB 比较嗯。嗯。又比较快吗？没感觉。不知道。30层的高度，30层的高度，好低哦，30层。嗯嗯嗯，哪个模组？哪个模组？啊 ，All the mod，All the mod，ATM，
奥特曼是一个整合包啦。啊，我们刚刚在问的那个模组，不知道是哪其中的哪一个模组。那等一下在遇到的时候再问。请问一下，太泥鳅影响范围是几格？就是三乘三，三乘三，以它为中心，左右前后左右各一格。好，有没有人家可以刷骨头的啊？我才想，我下那太危险了啦！很危险，那是战斗场，不是刷骨头可以啊，很多骨头超多的刷自己的骨头。我怕他也会多我的骨头啊，多了你的骨头，我有点害怕，有安全一点的场所啊。应该是没有，还没有啦，是有看到，可是还没开始盖，因为那边太多神怪钻了，地牢。你妹孤魂，孤魂。我要做什么？我要做那个吃东西的花花，褐色、白色、红色，下面都是岩浆。啊！岩浆，你不要过来！岩浆，哎呀！小雨刚才岩浆，就好像我看到蟑螂一样。啊！哎呦，木瓜你在这里哦，我把你抓在别的地方吧。这样，哇！我搬家。青铜，他自己有没有很多青铜嘛？你又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你不是说要做一点交易吗？你可以拿等量的青，等量的那个铜跟锡过来。哦，换了铜跟锡吗？好，我给你36个，一共36个，可以吗？等价交换吗？哇，跟你换36个。不然我们从这边哈，没有要乘以二，你自己讲36个啊，要乘以二，你去楼上箱子拿好了啦，都是楼上箱子。不管，我要吃你喽。对，等一下，你这边是耍快闪哦。对啊，是啊，走过来的啦。好，我刷一下吧，我来这边刷一下。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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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你是跟我昨天一样好的那个吗？好，我在捞一个终极桶啊！不是我，我已经捞了至少上百桶了吧？哇，真的假的？好猛！那个桶超好用的。哎呦，差点死掉！捞什么上百桶？岩浆。对啊，岩浆啊，它有个那个容器可以装超多。哦。骗子。玄武岩，你不要玄武岩啊！哇，他井挖好深哦，很深。对啊，挖超大一条哦，对啊，很浓，可以。这个是又浓又纯又香，什么东西？浓醇香。什么东西？浓醇香。浓醇香，大碗满意。什么感觉不太？你青铜也中16个啊？啊，十六个呀。哦，好哦，青铜哦，那你可以拿你的那个来换16个啊。好，那我放八个给你啊。你可以全部留下来没关系啊。不要。嗯，青铜。找不到我要的东西啊。哦，没有，这边都是微波。安，好的。我去团团家乱耕地。好。乱耕地，我说是谁？我说我在找蚯蚓，我在找泥鳅。我是泥鳅了。256桶，哇！我已经装了228桶。哇，那感觉可用超久哎。嘿呀，有巢穴才会生。所以我家附近是有巢穴，是不是一直生那个机器？应该是有吧。我们永远感谢你。我们永远感谢你。感谢666。会乱耕地吗？然后不去理他。
可以啊，让他自己不行，他一段时间就恢复了、啊。方便有水源的话，锄头爆了，锄头应该就不用那个了吧？工匠了吧？就是修格斯软泥，这个我地下又没出现那只怪物，怎么下面会生这个软泥？不知道。真的，我即将占领这里，你小心了。哦，你给我注意一点哦。哎，真的是的话，我这边就完蛋了哎、欸。走开了，走开了。我这里要当家喽。